是条阿村的工作人员，就是我觉得今天特别亮。然后呢，偶尔也有主持唱作曲家。那今天因为换志伟哥哥，所以我今天就是一个工作人员的角色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带来三首歌。第一首歌呢，我要带来一首那个昨天刚生小孩的一个好朋友，他叫做陈希武。那他以前跟我姐是大学同学，希武他也是台东的歌手。然后他昨天生小孩，不是他老婆生小孩，就是他们两个的儿子在昨天出生了，这样 delay 了好像一个礼拜吧，是吗？好，这首歌呢是他跟我姐一起做，这首歌叫做《梦醒》，好久没有唱了，来纪念，不是来，就是帮他恭喜他生了小孩。有点冷哦。我心里好着急，想着你到底在哪里。等一下，我的 key 是不是怪怪的？我觉得我的声音在发抖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们有点好，再一次，刚先洗掉。好，这首歌是那个